放长发剪这样特别好看。太烦恼啦，赵队长嘛，伫暗中保护，只要张瑞丽一出现，伊就会开始行动。已经去我们包围啊！跟落车。我要去暗中跟上。快走！这些人，我真欢喜，你看我拍多少我你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放长发真正特别好看，啊！那表示讲，伊计划好看真溜的啊！你若把所有代志拢压出来，我告诉我，计划全部拢乌有去啊！明仔都安尼啦，明仔。爸，我明仔决定要搬出去，先甲过去冷静一段时间。你给我一个机会好无？你去叫你这事实摆在眼前啊！我真正无法度接受，我啥物拢无看到。你要把我送去倒位？那两人昨天不是病院的人，你要把车送去倒位？哎呀，那真正有欠钱哩！哎呀，拄着你下骹手人，找张家人了，是变怎？歹势，先别紧张了，今天想办法处理，咱再看事办事。安装十八号，那可准了。阿公，子婷甲子祥拢足巧的，连看事办事的。狙击手，动手！喊我哩！你个叫我走位啊！紧落车！陈队，白人专营，一条青龙不会欺负你，就白人青龙嘞。我列大爷，下跪！你去了，港手等下。你知道我真正想问。张浩林，邱亚冠，慢慢往我家行过来。别走啦，别走啦，怎么走啦？王丽啊！我看这届庄玉丽敢我走会去。张浩林，王丽啊，我来啊，我要来救你啊！我去找你卖鬼，敢把我亏欠了。我要开钱，我搞倒霉哦！现在嘛是想要开钱，先做到开啦。